实验室。不是我，我怎么会是你呢？我怎么不是你啊？我就是你，我就是你，我就是你！小袁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我想拿一下那个盒子。我来吧。拿到了。祁连，没事吧？给。明光实验室。这是我先找到的，里面的情报都归我。你得把你知道的明光实验的事都告诉我，我才能给你看这个合同。如果我现在从你手里抢东西，你挡得住吗？我有道理。